下雪了又，这马上7月份了，现在多少号？24号，马上7月份了，这天说下就下，气温变化太快了，我这还穿着拖鞋。刚好今天说一下，就好多人让我把这个大牛的毛给它薅了，你说这我能薅吗？让它自然脱落就行了嘛，不然这边的天气变化，你跟咱这个丽丽的天气变化可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没这个地方，它没有一个明确的，就说四季，就什么春夏秋冬什么的。这个地方可能一天你就能过个四季。那大牛还不愿意进窝，老就喜欢往这一躺。他这个旧毛吧，他还能那个啥，能稍微起点作用，能起个保暖啊、防水的作用。你说要给他薅了，他可能真的会有点冷。哇，你看这地上，这地上都是绿色，都绿了。然后完了，天上还飘着雪，也就这天气。我说这不是火星，估计都没人信。啊，你棚子底下睡去吗？啊，你棚底下有地方住，你不住，你非得在这躺着，你瞅着可怜巴巴的，让别人一瞅还以为你在卖惨呢。不是，还以为我虐待你呢，啊！啊，不行不行，回屋去了，拜拜拜拜，冻死了！正儿八经的鬼天气，拜拜。